家啦，哎，我就让在耶，开心。你在床上了吗？熊太，好客气，喂，女神云云。哟，想一下哦，我在那里？因为我想要把这个直播调高一点点。我刚起床啊，真的是刚起床。早安，今天比较晚起床的我的是，终于可以休息。嗨嗨，早安啊，早安啊！大家都在上班中吗？虎还是虎虎都忘记了，虎虎猫吗？那时候还像不好就没出发了，真的、哦。对哦，这几天都风很大。北极熊的手又搞冰车圈。谁林呀？谢谢你的救救你哦。北极熊的叔11点上班，先来工作地方看附近看直播。11点上班，这是一个很微妙的时间呢。做音乐的都是就是这么不稳定的时间上班吗？是吗？继续去睡觉，你说我嘛？不要，要起来了。毕竟一路到晚上是，哎呦，这样子是会有加班费吗？林安，谢谢你的缘分，好辛苦，对呀、啊，边上班边听直播，好诶，辛苦了大家。WCM， 然后我这礼拜天在山上最山的那一种，哈，哎，所以你会在啊，开心哎，但是你会在我就会开心啊，没关系，你在山上又没差，就是你在我就开心了，好吗？我就对着山上这样爱着你的我，好不好？没有出海但山上对交大妙妙吃针吃鸡吃针修二吉米酒，谢谢你的红玫瑰。Hello 梦幻，爱着你的我，包括你每个种种24小时在我那还放心不休，原来这首歌真的是很绕口令耶。天天晚安，荣哥 ，Linda， 加速 ，Obi Wan， 对不起，在这个很微妙的时间开直播，害大家边上班边看直播。脑海里都是爱着你的我。听说你去参加黄子佼的节目，黄子佼的节目是。焦哥的节目是什么？我可以去焦哥的节目吗？哦，未来少女哦，对啊，我也会参加的。对，就是最近在忙，毕竟差不多就要开录了。对，天哪，太早了吧？新闻搞出来了，嗯哼，对的，我也没有想到。这么快就会有新闻稿啊，可能因为是我是日本这个身份，所以特别写上去。对，嗯哼，嗯哼，嗯哼，加油，好诶，谢谢你们。对啊，其实也蛮紧张的，因为这次好像就是。跟 DD52 有一点点不一样，毕竟有 TP 团员的身份，又是日本人的身份，对，所以可能就是特别写进去新闻稿里面，也很感谢 TPOP 吗？
T-pop 吗？谁发的新闻？对不起，我是真的没有，还没有跟上。哦，我知道有这个新闻稿，对，但是我忘记了是谁发的。谢谢你写进去，谢谢你，我会加油的，对，我会加油的。对，性质不一样，大哥是我啦。哦，谢谢你哦，我叫烂弟弟。大哥，谢谢你的母亲节会员票。周一围，国字插吸管，雄伟，响尾了，对不起，响尾。潘朵拉近两位耶，哎呦，不知道怎么念，对不起。加油，参加未来少女会影响你去同学来了吗？应该是不太会，因为毕竟就是那个未来少女跟同学来了都是张哥的节目嘛，所以应该是不太会吧。但是最近变得非常忙，然后真的很抱歉，就是把直播时间改来改去，真的是很抱歉，就是因为我们真的差不多快开录了，所以。就是我们在非常忙碌的那个准备当中，然后再加上，我们这周也有公演，对，所以就是那边的练习当然要到，这边的练习当然也要到，所以就是时间比较，对，比较难巧，然后就是变得直播时间改来改去，真的是很抱歉。我知道直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对，但是真的是没有办法啊，对不起哦，真的是对不起哦。马友早安呐、啊，是星光云的哦，星光云的，星光云的当然会变得超忙吧，对的，没关系啊，看到马友这么努力，大家都很开心。我会很努力的，就是早安，大家早安，大家早安。对，这么忙碌，最重要的是保重身体。哦，对啊，我的老天爷，今天我的全身的肌肉在哭。我昨天回到家，然后就我的全身在发抖。我昨天大姐，就那个楼梯嘛，然后我爬楼，那个下楼梯的时候，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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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一不小心就会跌倒的那一种程度，不行不行，我的身体在抖，我的身体在抖了，这样子，但也对啊，这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然后真的就是。虽然我有两边的东西，但是我两边都会就是好好顾着，就是两边都会好好的做，所以不用担心，就是怕我去那边，然后就不在 AKB，或是我在太忙着做 AKB，然后就那边就是瘦一磅而已，这样子没这回事，就是我竟然就是甄选都上了，哦，这是哦我哦，其实我也是就是。参加甄选，然后就是被选，很幸运的被选上去，选上，然后被选上，对，所以就是，就是确定要去未来女孩那边，我就有做好心理准备，说就是可能就会很忙，但是我一定不会做到一半就放弃之类的，我不想要，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然后我记得，哎，什么？我只要记得一点就好了。多介绍未来女孩，翻白眼给你干。小五，谢谢你的掌声鼓励。对啊，就是两边都不一样的事情。然后我就有点担心说，因为我现在已经开始练习了嘛，那当然是跟 AKB 这边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怕大家觉得看到不一样的我就会。害怕，或者就是风格太不一样，然后而觉得，哦哟，我不喜欢这样的麻友，不希望这样子啦。但是我觉得两边的风格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所以蛮怕大家没办法接受不一样的我。但是我两边都会顾啦，就是你也可以看到，在 AKB 里面就是想，就是对。努力加油的我，也可以看到在那边的我，对，
对，看到不一样的风格，嗯，你谁？对，不会啊，这也是一个进境，对对对对，自己的对机会，我相信你可以驾驭了啦，谢谢。只听到一半啊，有人提到未来少女的消息，对对对对，然后就说我也会参加，我也会参加，懂吗？懂吗？Keyword OK，我也会哦，我也会哦。小五，谢谢你的掌声鼓励。尝试不同的风格也不错啊。今日は挨拶に来ただけです。配信楽しんで。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今から台湾に行くの。本当？気をつけてね。Good flight. Have a nice flight. Have a safe flight, OK? 飞哥，还有其他人吗？其实应该是说，甄选的部分我不知道几个人有去，然后，甄选被。谁被选上？我大概知道，然后，但是我先不讲。然后，我是真的、真的、真的不知道谁后来有确定有要去参加，因为这件事情其实也不是说去就去，就是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所以后来就是看到一些内容啊，或是看到一些，对，文字上的东西，然后。就是看个人有没有意愿，真的要去这样子。那我刚好真的是想要去，所以我是真的不知道最后有几个 AKB 的人要去那边，我是真的不知道。然后我相信没有人知道，对，对呀，没有人知道。我觉得现在还没有人知道，等节目播出就对了。对，然后我刚好就是已经开始。参加练习了，所以就是我算是已经确定的，对，对，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有没有确定，有没有去参加那个练习之类的，我是真的不知道。对，老板肯定知道，我不知道啊，因为这是个人意愿，就是看个人有没有要钱，对啊，不是钱，是我没有要去这样子，对。对呀、啊，期待玛雅的表现，加油，加油！哈利莎，哎呦，古杰马叔，去了才知道，对啊，对啊，因为我其实去练习的时候，这样子，就是原来他也会有啊，哦，我说外面的人呢、啊，就是外面的人，就是可能我之前也有认识，然后就是到了现场才知道，哦。哦，原来他也有，就是那种，就是真的没有人知道这样子。去了之后，哎，你也来啦，这样子，这样子，对对对对对，嗯，有推荐超级正妹吗？哎呦，不能讲啦，不能讲啦，还不能讲啦。有啊，大家都很正哎，天哪，怎么办啦？哎呦，就是，但我这几天。遇到一个老师啦，应该是说总监吗？算是舞蹈总监什么的。然后他有问我们一些问题，说你觉得你的魅力在哪？然后很多人回答说什么啊，我觉得有长腿啊，我觉得我的双眼皮很好看啊什么的，就是都在讲外表。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害怕，因为我对自己的外表是完全没有什么信心的，就是觉得。我是一般般的，一般女生，然后我就回答不太出来，我就说，我的应该是我的魅力在于认真跟继续慢慢成长这个部分，那 我就真的觉得是我是一个，可能第一集播出来的时候，可能就是不是到很完美。我可能就是一开始可能只有80分之类的，哦，80分已经蛮高了。算，如果是80分，那可能就是到最后可能就会95分之类的。我是慢慢成长型的，对对对，成长型的。最近情報は出ないのでいろいろ教えてください。你太谦虚了啦。那老师很正吗？老师是我们的老师是男生，对。你可以推荐自己啊，有韩国人呢，好看吗？好看，好看，大家都很好看。那等节目播出再说嘛，有推推。オーディション番組に出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はい。
潜力型哦，对对对，潜力型，对，潜力型，宇宙处的连发的部分，哎啊，そうですね，不会去跟他人争执什么，用努力去证明，要收集 PP 了吗？哦，大家身材都很好哦，所以我才也不是才啦，就是我就是也跟着大家一起努力减肥，而我大概瘦了4公斤，对。好厉害吧！我的难受好重，很多人都说什么？那发抖的部分哦，发抖的部分，因为节目差不多要开录了，然后就是忙着练习，所以就是每天都练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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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就是有点全身肌肉酸痛的部分。对对对，audition ですか？頑張ってください。頑張りましょう。はい、でもオーディションあるんですけど、AKB の方もちゃんと頑張って、両方頑張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ので、心配しないでください、そこの部分は。はい、で私もこんなに早くみんなが知ることになるとは分かんなくて、シェシェセイヘイジャークダチャヨヤシェシェニで、だ昨日新聞が出たのかな、昨日ニュースで、昨日か今日か分からないけど、ニュースで多分そのオーディション番組に私が参加しますよっていうのが出たみたいで、それで、はい、今話してます。本当はね、もっと後になるかなっては思ってたんですけど、まあ早く喋れてもどっちでも、私的にはどっちでも大丈夫なので、はい。で、谢谢早安马友、安迪安马友、早安、就谢谢你的项链。雨木木、还有雨木木。大丈夫、心配しはしてないよ。まいちゃんが決めたんだもん。そう、本当に私はラッキー。運が良い。もう本当に私は運が良い人なので、ずっと。なんでだろうね。ずっと運がいいんですよ。だから、今回のことを、もうすごくビッグチャンスだと思ってるので、AKB として出させていただくので、それでももっともっとそのみんなに AKB を知ってもらえるように、まず私が頑張って、はい、まず私が本当に真剣に頑張って、後悔が1ミリも残らないように頑張って、また機会があればじゃないな、AKB のことももっともっといろんな人に知ってもらえるように頑張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はい。はい。ですね。我刚刚讲的事情是什么呢？大概就讲一下节目的事情嘛，然后就说，就是我会全力以赴的加油，然后因为我相信这个节目是一个很大的曝光，所以希望我就先做好自己吧，先做好自己，然后努力努力看看，就不是努力看看，我在讲什么，就是我想要做到，真的是我完全没有什么后悔。就算我后面可能就被淘汰啊，或是可能没有成功，或是没就是可能遇到什么失败之类的，但是我遇到这些失败或是困难的时候，我不想要，就是因为我可能偷懒，或是可能我的练习不足而后悔，所以我就想要做到我真的能做到的事情，然后不想要后悔，然后我希望就是做自己，做好，先做好自己之后呢，也希望可以就是让更多人知道 AKB48 TMTP。就啦，谢谢。天天，如果是你，一定是没问题的。对，我会做到，对，我不会后悔的程度。一定的，这个是一定要的。肥象，谢谢你的缘分。平克，对，蛮有信心，谢谢你。橘子，对呀，大家一起加油！大家一起加油！
同学来了麻油局旗，叫我这次这一集吗？哦，不是，下一集，下一集应该是举那个叫我的那个。哇哦，哇哦，妈咪，妈咪，哇，妈咪加油！有看到麻油举手的画面，还以为是这集，不是，不是。オーディション番組はテレビ放送されそうですね。テレビ放送プラス YouTube でも出ると思いますので、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る。はい、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る。結構大きな番組になりそうな感じで、すごくワクワクドキドキ、本当にワクワクドキドキ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すごく心配な面もありまして、はい、だから最後もし自分が選ばれなかったとしても。最後まで行けなかったとしても、まあ最後まで行ってなんか失敗しちゃっちゃしちゃったとしても、私は本当に後悔がないようにだけはしようと思ってるので、はい、応援してもらえると嬉しいです。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这集的笑点很多耶，接梗接得很棒，真的吗？真的吗？哦哟，谢谢。喵喵会怕叫哎，不会啊，不会。这一集还听到羡慕啊，对啊，哦哟，周易峰前辈真的是太会唱歌了吧，而且他是就是很突然被 Q 欸，就说什么我很好骗，然后来我很好骗，然后他坐着哦，根本没有什么那个准备哦，他真的没有什么暖身啊什么的都没有，然后他的麦克风是在这欸，然后我很好听，然后就超级好听，我的老天爷，真的是我不知道，就是我没有还没有看就是电视播出来的声音，但是我听到现场的声音真的是奇迹比哥的了，我就啊好恐怖，超猛的，超猛，真的哎呦，真的很强欸！如果我下辈子可以跟他交换什么，我就想要跟他交换个喉咙。歌声。阿奎奎，谢谢你的相遇，谢谢你。奎奎。听说最近大家感冒了，所以大家要注意身体健康，吃多吃一点维他命 C 啊，好像多吃也没有什么用，就吃那个适量的维他命 C， 然后吃清淡一点，多喝水，然后赶快睡觉，早睡早起，然后要有运动，这免疫力会变很好。我觉得我最近免疫力一定超好的啊，就是吃清淡嘛。然后就大概就是晚上睡前都不吃嘛，然后吃维他命 C 这个嘛，维他命 C， 而且那是综合维他命 C， 综合维他命 C 嘛。然后哎，什么东西？最近又一波确诊，真的假的？是确诊吗？因为真的是超多人，因为我身边超多人都在咳嗽，然后咳嗽、流鼻涕、发烧，那我就想说是季节性的那个感冒而已，所以我以为没有确诊的这东西，欸，如果是确诊的话，我可能就很危险，因为很多人都这样啊，昨天练习都很多人都在咳嗽，欸，超恐怖，真假的？是确诊吗？我以为是感冒而已，欸，我真的以为是感冒而已，怎么会是不看医生的人在叮咛我们的呢？没有，因为我是真的很健康，我是非常不容易得感冒的人。你看我确诊也是最后的最后，最后一个才确诊啦。然后我也没有，没有，可能真的是偶尔说一次我感冒了，但真的是我真的不太会得感冒。最近流感很多，天气变化很大，也有可能是感冒。应该是感冒而已啦，可能我朋友比较不幸运哦，流感确诊都有，真的假的？好早，真的吗？这个，但是我这里已经是中午了，你在哪？你在哪儿？
哎，很多人咳嗽吗？练习辛苦了。对啊，所以我们就是都戴着口罩练习，就然后有点怀念之前，就可能几年前的状况。对啊，我在哦啊，对耶，好好好玩吗？每日已经感冒了，每日，还是想谢谢你的红玫瑰。对呀，好多人发烧、感冒、咳嗽，诶，又要戴口罩练习了嘛？对呀，戴着口罩了。现在我们都是戴着口罩练习。哦，这次不能看到麻油复出了。对呀，超，哎呦，真的很紧张，因为我毕竟就是好久没，不是好久没有，应该是就是前阵子休息了，然后这次是算是恢复最。第一次公演，所以有点，有点担心，不能哭哦，但我不会哭啊，我一定不会哭，但是我会有一点怕怕的，对，有点紧张，可能最近季节转换，大家的身体多少会被影响，对啊，我也这么觉得，对啊，就是我觉得，因为最近天气变冷，然后又风很大，风又很大，屁，我觉得你会哭，不会啊，真的不会。美玲前几天直播也是一直咳嗽哦，对呀，对呀，没有对我的祝福过头了，2张票不知道选哪里做，真的假的？那你要不要给那个谁？我就懒，因为他说在山上，你们可以兑换吗？还是不行？我其实不太懂那个能不能兑换这样子，所以我好好位置好好，真假的，好棒哦。没有早安，给乌暖，给乌暖干嘛？又不在台湾，又不在台湾。大事な時に体調を崩さないように気をつけ。そう、本当にみんな風邪ひいてる。周り多分30人ぐらい風邪ひいてる。でも私ね、本当に免疫力めっちゃ強いと思ってんの。ビタミン取ってるし、めっちゃ健康食食べてるし、運動めっちゃしてるし、早寝早起きだし、对、给我给我。你会来吗，齐薇？你会来吗？你不是在高雄吗？Uno 现在很冷吧？我的灵魂会在。哎呦，你的灵魂，只有你的灵魂。齐薇在我山上，今天做太阳比较没那么冷了，8、9度，8、9度。你说哦，那边吗？好冷哦，给我就去呀、啊。啊，都所以说他没来有你。大丈夫，そうだね。いろいろ、いろいろ、なんかね、思った。いろんなことはきっとね、訓練だったんですよと。だから、大丈夫だよ。大丈夫。私は大丈夫だ。みんなが言うからね。我每天都穿袜子、不然真的会脚超冷。真假的。バレガー买的票、成功上。好恐怖啊、哦！你们坐在前面，我不好，我没有看到你们，我就很那个。我会很担心耶，哎呦，我看不到你们会担心啊。那个啊，这是什么脸？对呀，你们这样学吼，小五会替代我大喊的。对啦，小五的声音是真的超级无敌噼里啪啦大啦。对呀，哎呦，我再也不用担心，小五真的好大声。对呀。你是怎么发生练习的？你可以教我吗？几位谢谢你们加油呀！我最近不是有在发声，就是有在练习发声吗？然后就是因为要去参加节目的关系，我也有在上歌唱课，然后就是有慢慢抓到那个感觉，也不是慢慢，先应该是说有抓到那个感觉，但是就是可能一天没练习就会跑掉那个昨天明明就有那感觉，今天怎么又跑掉了？所以是我每天都要在那边吵我的室友。我最近你知道怎么练习吗？是这样子，就是坐办事，就是也是老师教我的，就是坐办事，然后就是唱歌，边坐办事边唱歌。虽然我现在没办法唱，但是对，就是比如说一个发声练习的话，就是。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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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类的，连续是边办事边这样子，好累哦，好累哦。但是就是，对啊，就是蛮有成就感的，就是有一种哦，有进步，有进步哦。当然，就是
刚刚好像有抓到那个投枪了啊，比枪了啊，什么枪了什么的，对，哎，那站在旁边看吗？还是也一起做办事？没有，那站是因为工作太忙了，然后他是去真的很远的地方工作，然后就从很远的地方回来了，然后他就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没有灵魂了，然后他没有灵魂的状况下还要听我大唱，然后真的很可怜，然后我就跟他说，真的很抱歉，真的很抱歉，真的很抱歉，我可以帮你买耳塞，真的很抱歉，但是我真的需要练习，所以真的很抱歉这样，我每天都跟他抱歉。会让喉咙比较润滑，要试试吗？会让人比啊什么润滑要试试吗？什么意思？あんたのルームメイトがかわいそうなんですよ。弄奖金啦！你大唱是要把他的灵魂找回来。哇、哦，真的很可怜，真的很可怜。所以我最近是改早上啦，但是早上也是真的很可怜，因为他是7:20出发。我大概我7点就开始打球，因为我要去练习，然后练习都很早，然后对，就是只能，因为我不想要在练习的时候就可能就是我可能还没有开嗓，然后就到那里，然后就哎，今天又跑掉了那种，所以我就一大早就起来，然后。那个就是开 YouTube 的那个发声练习，然后就是那个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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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是那种发声练习，你们可以看到的那种，然后就在那边，然后就这样就起来，就是早安，我要去上班啦，早安。对不起，我早上就这么吵了。对啊，可是他是大概6:40就会起来，所以就是我是大概抓他起来之后再发生练习，但是一定是就是早上不太想要听到人家在那边噗噗噗吧，真的很抱歉，真的很抱歉。对，就这段时间就可能要请大家，对，多多见谅，原来是叫起床的闹钟啊！早安，你加油。那咱想说一早就嘟嘟嘟，对呀、啊，一早就嘟嘟嘟。除了嘟嘟嘟以外，还在唱歌，所以就，哎呦，真的很可怜。对，妈哟，午安，弘毅，午安，午安，午安。恭喜小未来少女，对，恭喜，就是真的是恭喜我，对。真的是恭喜我，会加油的，谢谢你。可以设定不同闹钟吗？可以，那直播可以考虑7点开，我们陪麻友一起发声练习。但是我素颜呢，我不想那么早的就化妆，给怎么办？所以未来只能在未来看到未来的你，所以未来只能在未来看到未来的你。对，反正不是第一次看到素颜，也是啦。发生直播吗？发生直播，我要怎么办？因为我这边网络不没有到很好，我就想说没有办法开另外一只手机看那个。但我现在也可以啊，可以啊。如果没有那个，应该也可以。我就是先，哎、欸，可是我很丑哎、欸，我就要把那个舌头伸出来，然后说"哎呦喂喂哦，不行啊，就太丑了。就是因为老师说，就是不能把那个舌头伸出来，然后要"哎呦喂哦，哎呦喂哦"这样子，就是真的是个很丑的事情啊，所以就不要。那除了那个以外呢，还会有啦，就是这样子，然后。啊，什么东西？哎、欸，什么东西？我会走心哦，我已经走到那个忠孝东路了。哦，走心。他说没那么漂亮，没有漂亮过。好好奇，想看示范，不行，所以才请你做发声练习啦。我相信卢卡也可以做啦。越久的发声越能练习到，走九遍，对，哎、欸，很棒哦，有接到哈。妈呀，没有什么也好，不太忙。不好量哦，对，可是，
对，也许就是对，我是相信老天爷的，就是大家可能觉得我很奇怪，但是我是很多事情都会相信老天爷，对，所以就是老天爷不会给我一个不能对克服的困难，然后所有的事情都是老天爷给我安排给我的，所以。就是可能大家我讲这种事情，大家可能就会觉得我很奇怪，但是我是相信这一块的。对，要看图片吗？你做过啊？要看他做过啊？对啊，有啊，翻身可以，配合抬腿，麻友要一起来做吗？什么东西抬腿？你想看什么？什么东西？所以麻友要录未来少女吗？我也会去录，对，不会啊，你就乖。对了，我就怪没，我相信你，我相信，对，你也相信谭老师，对，我相信谭老师，谢谢营养的相遇。然后呢，反正就是这样子啦，然后就是从肚子这样子，这样子就是差不多这样。我每天的 routine，然后昨天就是老师教我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但这边也不太好示范，是因为就是坐在椅子上，然后看看地上，就是整个这样子往下看，就是像那种就是从电视上出来的那个鬼一样，就是叫Lumer 那个间奏前面，就 那个小 S 姐说那个鬼一样那个姿势坐着，然后就完全抬。那个低头，完全低头，就说“咦”，用“咦”，然后就是挑八音这样子，“咦”，因为就是我比较就是有时候会抓不到头腔的部分，然后老师说就是那个 gravity 嘛，就是gravity 的中文是什么？不算了，反正就是 gravity，然后就对，然后就下面看下面，然后就是这边会有空间，所以就是那个，咦，但是真的有用的，重力，对，引力，地心引力，对，地心引力，谢谢你，对，地心引力，对，就是反正就是，大家试试看，你们就是上班中不是吗？你们可以就是假装你捡垃圾，然后就是看看下面，就是抓着，就是碰地板嘛，就是挫折，然后碰地板，然后再，这样子试试看，现在马上 在办公室试试看怎么样？敢不敢？敢不敢？抓不住你，我会被董事赶出去。要出声音吗？会笑到。没有，试试看，真的，我来试试。不对，我在装电梯，好好笑哦！啊，你吃啥？你吃啥？再讲解一次，我错。哦，好啊，就是你坐在椅子上，就像我这样坐在椅子上。然后呢，整个头直接低头下去，就是，埋在你膝盖的里面，把你的头埋在你的膝盖里面，然后完全放松之后呢，用低，然后就是要调八音，所以就是低，这样子，试试看，要不要？试试看。还好我家现在没有人在 画面感觉有点恐怖片的感觉。对啊，而且我昨天是一群人上课嘛，然后就是大家都低头，蛮恐怖的。不是，我正站在煎台前，头低下去要铁板烤肉，什么画面？对啊，邪教的仪式，好可怕，一群人。对啊。那蛮有趣的，而且我是真的觉得蛮有用的。我其实真的也没有上过吉他歌唱课，所以你们一起上唱歌课的成员基本上是固定的吗？什么意思固定的？好特别的发声课、发音课，对呀、啊，很有趣，这样子吗？
这样子吗？这样子吗？有时候是站着，有时候是坐着，然后一开始很好笑的是要大笑，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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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们是方志，OK？我只是真的是示范上课学到的东西，就是真的是老师叫我们大笑，就是我们就是要大笑，啊，这样子，笑着笑着真的大笑了。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了。对，你要我干嘛？没有，真的，真的啊，不是，真的不是，真的有用，不是我坏掉。哎呦，I'm not broken，OK？哎呦，我不认识的不是啊，我不认识的不姓氏，疯子有点奶。哎呦，哦，老师也要释放一次吗？哦，老师也会释放一次啊，会啊。哎，可是我真的觉得，我看看你啊，哦，哎呦，对不起嘛。哦，好啦，我会啊，哎呦，那就不要在那个直播间那个啦，发生练习了啦。你不是疯子，但是在家里听你练习的，能转课的课谱。对，所以我就说啦，为了的麻友就像这样吗？可能就是透过这样的练习，然后可能未来的我会更疯啦。发生电池本来就是特别，对，然后还有那种就是很快速的把这样肚子的气就是很短的这样，这样子。我长得很奇怪吗？没有啦，真的是，可能大家真的觉得很奇怪，但是我其实后面有唱歌，真的有差，就是那种，就是出来的声音真的有变，就是一开始我的声音很虚，又是气音很多，然后大家又不是没有听过我的歌声，比较柔一点，然后就对，刚刚的是歌曲，不是，反正就是透过这样的发声练习呢，我的声音就比较有出来，OK，期待未来的发，所以未来像你的妈一样就是疯子，没有，所以笑是为了怎么样？笑是为了刚刚那个哈哈哈吗？了解，我推。推那个发声怪声的女生，她是 AKB 的成员。天哪！啊，最近呢，ボイスレッスンに通ってて、そのボイスレッスンに通う内容がね、めっちゃ面白いの。面白いっていうか、結構本当に役に立ってるんですよ。本当に、あ、先生すごいってなるんだけど、ただ、その周りの人が見ると、え、この子何してるの？って思われるかもしれない。舌をとりあえずめちゃくちゃ出して、あ、いうえおって言ったりとか、あとはなんかその発声練習、発音の発声練習をする前に、絶対に笑わなきゃいけないの。はぁはぁはぁみたいな、笑ったりとか、あとは、なんだろうな、あと、椅子に座って、貞子みたいに、頭を下に、全部下に向けて、で、なんか、ギーで、8音階、そう、こうやってやるとか、なんか、すごく、周りから見てると変な練習かもしれないけど、本当に役に立ってるの。で、なんか練習してて、なんか、あ、今のいいかったみたいな、よかったみたいな、そういうのも結構つかめてきて、ちょっと嬉しいです。はい。到时候如果有花絮，感觉就很闹。我觉得可以拍花絮耶。对，还没有拍花絮，我可以稍微问问看有没有花絮。对，我觉得蛮有趣的，这一定是可以让我成长更多的一个机会，应该未来少女会拍吧，就是可能现在还没有开始，所以可能还没有对这么多的花絮影片的部分，对。没有，不是 FBN 发生的呢，没有，我们也有很多很会唱歌的，所以就是压力也蛮大的，就这样，就是一起加油。仙豆里面吗？Sugar 妈咪，对，啊，那个很可爱哦，妈咪看起来超大只的，很期待未来少女播出，可以看到马友，对，希望，对啦，
希望我可以不要让你们失望。对，我今天其实新闻稿一出来，我也是非常的紧张，因为我是觉得，新闻稿已经说什么出道过的，已经出道的日吉成、岩藤静麻哟，我就想说，哇，天，我的天，就是有一种真的宣布了，然后有一种怎么讲，就是。就是怎么讲，就是因为其实节目里面有很多很多厉害的人，但是因为我比较特需特特特殊特特特特需特特需诶比较不一样一点，就是我从日本来了，然后可能就是在 AKB48 TMTP 啊什么的，然后对，就是这个特色就是被写进去里面。虽然事实就是这样，我不是因为我厉害而被写进去了，对对，但是有一种就是因为前面两位有写说 TikTok 抖音 TikTok 的粉丝有几万呢，然后就是有参加过什么韩国的节目的什么第二个在韩国出道的人呢，更有什么什么谁谁谁谁的部分，就是看起来显得我好像很厉害一样，但是就是我就是这样，所以就是。真的很紧张，我想说，就是这个新闻稿出来会不会让人觉得我是不是有点嚣张啊，或者是就是有一种，你出动，是不是很厉害啊？这种，然后就节目一出来，然后就，是这样子而已哦，这样子就是很多的压力，对，你还有填词耶，就是对，就是因为我会。日文，对，大家对 TP 还没有刻板印象，你单去交朋友就好。还是就爱等他结束，麻油没有输，special 一点，对，special 一点，难免的吧，是难免的呀，难免的呀。所以我希望就是可以做到我能做到的，对，程度。对，你第一集自我介绍才艺的部分，先放后空翻就好。其实我有在练习的，就是因为之前我有学过体操，然后大概就是国中三年级就不练了。国中三年级是几岁呢？14岁、15岁嘛。然后现在不说了，现在隔了三年，隔了三年有点可怕。但是我有在练习前翻、后翻都有，不是空翻。前方跟后方都有在练了，对，我就想说，能多练就练，就是用不到又没关系。但是，对，就是可能会用到，然后这个也可以练体力跟那个肌力的部分，所以就是在家里一直那个什么大法师，大法师，对，翻，没有要翻，因为。翻是真的很危险，我怕我身体受伤，太扯了吧！这样还说你不厉害，就是我觉得，其实我知道这个节目之后，就是我要去甄选的时候，其实我从《DD52》第一集到最后一集都看了一遍，再看一遍，重看一遍，《未来少》啊，不是，不是《未来少女》，那个《原子少年》也重看一遍。然后知道大概要做什么，他可能就是节目的性质不一样，但是大概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然后就想说没有才艺真的不行，然后我就想说能当才艺的部分就全部都练起来，全部都练起来，对。那讲到底最近经历了什么？对呀，那讲真的很可怜。看我大法师，然后有时候就是大法师，然后看到那讲回来就你回来了，就我的世界就是跟大家上下不一样这样子。先打预防针，刀哥每次出音乐节目都只有一季。有做功课很棒，笑死。之前说要选女团，还没有选人，节目就收了。OK，玉鹏，玉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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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彭玉，彭玉，彭玉，
安吗？哎呀，然后就是我也希望可以收集一些废技能的部分。你知道我在练什么废技能吗？其实我还蛮多废技能的，类似假的打喷嚏啊，会不会太废？就是还有什么？这个还没有表演过，就是我其实私底下也是一个还蛮喜欢玩乐的人呐、啊。然后就之前我跟朋友学了。晋级巨人的那个巨人的跑步，晋级巨人不是有那个这样子的跑步吗？你有看过晋级巨人吗？有看过吗？对，七星手。真的超级像，我真的，我可能就是因为我的身体的协调还 OK，还不错，会跳舞，就是很会学那个身体动作，就可能就是他那个奇想那是什么，晋级巨人的那个啊，手摆在哪，那个头的角度啊，然后那个表情啊，然后还有那个抬腿。脚要腿那个抬到什么高度啊什么的，我都会研究他的那个跑步的方式，然后我就后来就看影片，我就想说，哎，我这个应该可以做到。然后就有一次就是在外面，然后在公园，然后就跑一下，然后就发现真的蛮像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废技能之一，研究这个干嘛啦？哎，没有了，这是一个废技能呢、啊。你 Reels 放一下怎么跑步？不要，马手会被吓到吗？你要干？马手会吓到哦，你不怕有人来？哦，不怕，学这些真是什么？哎呦，不是今天蛮友好，怎么样？需要对照？对呀、哦，啊，不然呢？就是这个就是废技能呢、啊，还有什么技能呢？弄长辛苦了 game，然后就改天红了，千万不要在公园练废技能，拜托你了。好的，突然很心疼你最近的弄长，表演科系学生好像都要学这种废技能，至少一个。我觉得，因为我看很多甄选节目都会有。废技能的部分，然后这可能就是折手啊。其实我折手也会，但是我就觉得折手那些都太简单，太没有那个了。我就想说，有没有那种比较特别一点的？对呀，所以就是想到什么就练什么。小朋友吓到吧，一定会吓到啊，可能会哭。不要看，不要看，就没有了。啊，练一练嘛，练一练。然后如果没有用到，也没有关系呀、啊。打喷嚏感觉是里面算正常的技能。对啦，打喷嚏应该是正常的废技能。还会有什么呢？因为他们要常常试镜跟甄选。对啊，我是小朋友，那我也不要看好了。不是，你不是小朋友。你们是小朋友，ハリューさんに言ってなかったね。ハリューさんに言ってたのは、最近そのオーディション番組を、すごく研究したりとかしてて、で、なんかそのやっぱり特技っていうのが大事だなと思って、まあいい特技もいいんだけど、そのなんていうの、もう本当に。無駄な特技ってあるじゃないですか。例えば私は嘘のくしゃみができるとか。で、くしゃみの演技がうまいとか、そういうなんかそんな、あってもなくてもどっちでもいい特技みたいなのあ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ういうのをめちゃくちゃ練習してて、やっぱないよりはある方がいいかなみたいな。それで思いついたのが、進撃の巨人の巨人の走り方 得意だなと。所以发现练习算好了，算 OK 的了。对，人数啊，之后马友的 IG 粉丝应该会至少增加一倍，一定的，
一定要的，一定要的，一定要的，一定要的。我会加油的。对呀、哦，一定要的，我会加油的，肯定要的吧？什么课？那个对对对，没错。那个呢？你们觉得还有什么非技能可以学？可以跟我讲，我尽量学学看。对啊、哦。期待未来会有新的麻油饭，真的。蹲拳头不行，我嘴巴没有那么狠啊。哎，有机会吗？哎，有机会耶！好像有机会，可是我的拳头没有到很小，所以就等一下，我先一下。不行。好痛哦！不行，这个不行，我不行。黑流星吞拳头的传人吗？还有什么？我会瞟眼睛。哦，这个也太丑了，不要好了。我最近练了瞟眼，就是一边看这边，然后一边看前面。啊，舌头碰到鼻尖，不行，我舌头超短的，不行。斗鸡眼上课上一下，不是斗鸡眼，因为我练了斗鸡眼之后呢，我发现我可以，就是左眼看前面，然后这边看右边，哈，不要啦，不要啦，你们会截图，不要。还有什么？哦，斗鸡眼进阶版，我输了，瞟 眼很难呢。那叫做比目鱼哦，这个叫做比目鱼吗？哦，不是，我不是要不这边跟这边哦，我是这边跟这边哦。妈呀，我太聪明哈！我连斗鸡眼都有困难。面白いこと言えない大阪人は得意。やだ、ダメじゃん。会做长大脸，你不可以。可爱，Hello，单手开保特瓶。瓶盖，当时我开考宝特瓶的瓶盖，哦，诶，但连 D version 22.0了，是不是？诶，不要啦！好了，先工作了，有瞟眼，记得帮我截图。不要，哎呦，你要工作了，加油，加油哦！还有什么嘞？你们觉得，如果你们是去甄选的话，你会学会什么废技能？有什么废技能可以选？所以跟你讲到一半就说哈，真的会走心哦。就是用讲的是还好，但是用打字的方式，就可能就是有人传赖啊，然后就是哈，我就是哈，怎么哈？什么还怎么哈？我不用学就废了。文字的哈不行，对呀、哦，我不会用背技能甄选呐、啊。大法师被鬼附身的人，大法师我可以啦，比较走心吧，比较走心吧。其实我最近有一点这个习惯。那领一放弃很久的背元素啊、哦，不行，我不要，我不会背那么多东西。啊，算数学，之后搞不好还会录节目，日本节目。算数学，不要，不要算数学。より目が得意だから変化を極めますか。そう、ね、最近ね、学んだの。寄り目じゃなくてこっちの目だけ寄り目でこっちの目だけまっすぐ向けるようになったの。特に何の役にも立たない演技。マジか、すごいでしょ。何を練習してるんだって話ですよ。電車とか乗ってて、ああこれやってみようかみたいな。どんなあるかなと。何でもできるな。いやいやいや。できたところで、クイリアの、不要！我不想那么丑。
ああ、なるほど。中西さんがいる。確かに。確かに。タラタ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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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什么球？那叫可爱？没有，但是本来就可爱的人。どうでもいい話は大事です。確かにね。どうでもいい話は大事です。確かに。どうでもないことがなかったらね。あ、マヨ还会画画，但感觉这个不费。上次那张麻薯很好看。嗯，讲冷笑话算吗？哎 你可以找我吗？然后我就在那个节目上说。我会冷笑话，然后我讲一句，然后他真的冷笑的话，这个其实是我粉丝教的。让 走超可爱的走鬼脸，马友画画超强的，我画画还行吧，OK 的了。然后鞋子也是蛮喜欢的，就是我鞋子很漂亮。嗯，私はヨーグルトの銘柄ってか、哦，すごい，ええ、すごい。飞机为什么不会撞到星星？因为星星会闪。好废哦！你好废哦！你好废哦！上次生日对话的超好，谢谢你。哼 还有什么？好好笑哎，但是很搞笑啊！不是想学吗？我觉得我会 我觉得蛮废的啊，但是我觉得蛮好的啊，就是如果改天有机会就讲看看吧，好好笑哦，嗯，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废技能？好了，算了，不要再想费技能了，感觉我的形象越来越奇怪。宝 可梦不洗澡会有跑克梦，对不起，我这个 get 不到，对不起，对不起啊！血 emoji，血 emoji 吗？不会吗？我的表情没那么丰富诶，怎么办？来来来，先试一个，有效吗？コーヒーのソムリエ的なのはかっこいいじゃない？ああ、確かに。有像吗？那个阿奎的那个，学点有用的技能吧，小姐。还有。有吗？要猪表情包吗？克里斯，谢谢你的掌声鼓励。麻烦再抽10个给麻友，啊，小公司出麻友头贴。有，还有什么？一阶读可以找找日本柴油的废技能哦。对耶，你好聪明哦。对耶，日本柴油的。哎，这不是我刚刚。你不能截图，不要！等一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样是吗？我刚刚不小心，对，不小心翻白眼了，什么也没见到。这个蛮像的。眼睛的小五大连体2.0，我要刚刚那个，欸，不行，今天没有乖乖的。其实蛮像的，好厉害哦！其实 OK 了吧？哎，很像哎，怎么办？这么多符号，这么多那个挂号，怎么办？
这样吗？那是什么？就是那个咩的部分。哦，生气的很难。不行，我先气脸不行，因为我的眼睛没办法这样。研究中。不行，我的眉毛没办法这样。天，这个眉毛蛮有做得到，麻薯被揍啊，被捧脸的那一张吗？其实这里就有，因为这太可爱了，所以我放在这。干嘛？很像吧？尴尬的很像吧？何もしなくても大丈夫、面白いから。ひどい。这个很难。这样，超像，有像。这个很简单啊。要继续上课了，谢谢先，好的。哦，我11点半关呢，加油。你怎么样啊？那个啊，嘴巴也太难。这个是太丑了，不行，我的下巴会认出来耶，不行，真的太丑了。江一，谢谢你的种植玫瑰，那几个，嘴巴太小。不是，这样吗？U 也太难了吧！U 也太难了吧！U 太难了吧！友 善就好。好久没有跟直播，也会补胆了。啊，そっち系の、いや、違う、あ、可以、不要闹了。不要闹了。你不要闹了。哦，我发现我们不一样。这样吧。这个应该算是 这个很可爱耶，啊，不是，你要不要晚上练习前辈经纪人啊？经纪姐姐念一堆，就连国语连奏带多，有可能呢。好啦，结束。我的那个表情的肌肉要那个了，要肌肉酸痛了。我现在全身的肌肉已经很酸了，好解暑了。空空没看到了，空空没看到，空空没看到了，实在太好了。空空没看到，好好笑。放亮也没看到，放亮也没有看到。好，下个礼拜再一次，不行。想到了满满的费劲呢，我会各种有趣的表情包，如何？今日は11時半だから、日本時間の12時半かな。干嘛呢？谁可以剪个精华吗？不行，不可以哦。好好笑，OK。
要精华吗？不要。嗨嗨，风亮。嗨嗨，风亮。你做过麻油的白眼了没有？我是白眼，我做了非常多的表情。风亮 ，Hello，Hello。今天的我非常的奇怪，但是这个是很正常的，好吗？很正常的，包含白眼啊，是吧？包含白眼，对，包含。我跟你们说，我买了一个很贵的东西，我可以靠想象，很贵的东西，我花了3000多，好贵吧？买了全身镜子，很大哦。180×100的全身镜子，我妈不对我很便宜啊。说到精华，东山来的精华有做对吗？是蛮有想要的感觉吗？不是说就是在那个留言区说几分有麻油之类的，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怎么做。就是有些人的留言就是会有那个39分12秒，然后那个39分12秒是有蓝色的，然后点进去就刚好就是可以跳到那个，那我不知道我怎么做。未来少女好处是什么东西啊？两个节目失败教训以及成功的经验，之前观众所以成功率哦，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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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全身镜子3000多，对呀，好贵。我想看刚刚表情的镜，好像是9分几秒的样子。OK， 原来是这样子哦。因为我是三 C 笨蛋，对。想看麻油在全身镜子拍前面自拍也可以啊，可是因为呢，昨天晚上到那是宅配，然后我到那个管理室那边有一个很大的镜子，然后我本来是想说一个人搬看看啊，真的不行，搬不动，所以呢我要等弄长回来之后，我要麻烦弄长帮忙一起搬，不是 IKEA 买的，我在虾皮买的，就很大的镜子，就差不多跟这个衣柜差不多大，然后就想要练舞跟练表情这样的。手机留言会显示要不要加时间线。OK， 我要去认真上班了。好啊，公演见。不知道电脑，我不知道其实我没有留言过，所以不知道。你们觉得留言也是要需要勇气的吗？一开始可能就是还没有习惯。对，虾皮也那么卖那么贵哦，因为很大。其实我原本是想要买那种，超级大的镜子，然后还可以移动的，就是下面有那种轮子的那种。结果它要10000多，我真没办法，我预算超过太多了，然后就买了3000多的，然后就觉得钱包变轻了，但是也没关系，我就需要练习。对。留言旁边有地方可以打时间哦，如果没有要切换英文的 ，OK。我觉得那个蛮方便，就是大家知道我在哪一个时间点。对对对，要吧，留言都需要勇气。我也觉得留言嘛，我觉得就是分享自己的想法，不太会紧张哦，真的哦。我留言留得很自然呀，想着麻油就越留越长，对，很开心。然后就是最近小编也是就是回说麻油很可爱啊之类的，小编谢谢你哦，真的挺方便的，之前要自己记。对啊，我觉得如果就是有人可以帮忙，就是几分几几秒有我的话，其实我看也是蛮方便的。小编眼光很好，小编真的很好，对我很好，开心。希望以后也可以带一些，就是不是带一些，就是跟一些 TP 的成员一起去上，我会很开心的。小编人很好，会认真回我妈留言。对啊，我们对啊，对啊，很认真呢。他们应该也很忙每天都要上那个节目，所以应该是超忙的。但是就有空就会回。那个留言的人就是觉得很棒啊，希望开个关哦，你们期待一下吧。对啊，这个好，
就这样。不讲了，不讲了 ，OK， 不讲了。希望，好，不讲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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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天气阴的哈，好，不太适合出门。嗯，要请假了吗？没有，很久，还很久，还很久。现在几月？六？五月？还没的。要锁定了，要锁定咯，但很美就是了。对，马友今天生日，真的，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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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乐。生日是非常开心又不开心的事，我不想再老了，但我心态远远都是对。永远都是18岁就是的，带雨伞，好的。请问还有钱人吗？你说小编吗？哎呦，猫叔怎么那么可爱啊？好可爱哟！我天哪，很可爱啊！怎么办？你看我的眼睛有没有猫叔？我的眼睛里面有吗？什么？因为我很想拍给你们看，但是外面就是全部都是大楼什么的，所以就是拍到可能我的地址会被特定，所以我不想拍。但是真的很可爱，它是在一个贴在窗户的猫跳台，然后它就这样靠着看我，这样子，它的手是这样，很可爱。马友好坏知道我们看不到马友的可爱，我抓出来。抓起来，虽然超可爱，不不，对不起哦。我虽然你就是很放松，但是我是觉得你太可爱了，你可以过来一下吗？妈妈，你的脚脚，来跟大家说hello，你不觉得这个尾巴超可爱吗？啊，对，我给你们看一个我在收集的东西。关不起来，太乱了。锵锵，这个是我收集的麻薯的毛，嘿嘿嘿嘿嘿嘿。这个呢，我就是要做成一个娃娃。我要做麻薯真毛的娃娃，哈哈哈哈！但还没做。妈妈，妈妈爱你。来看这个合照，这是谁？这是你呀、这是你呀、麻薯的枕头，妈妈，你要去哪？可爱的宝宝，好近哦，超可爱的哦。对呀、羡慕有麻薯真毛娃娃，好近，很可爱。哎呦，宝贝，我的宝贝。可爱的宝贝，不要，你不是可以握手吗？他会握手啊！你看，握手，有名吗？猫のおもち，好近。好想跟我玩，每天都这样玩。他不会那个伸出他的指甲，他就这样轻轻的碰，然后他就想要抓住，所以他是轻轻的呀，这样可爱啊。
我的宝贝怎么那么可爱？明天见。我是明天的吗？好恐怖哦。对啊，其实有这里有个歌词，哼，等一下再练习一下唱歌。这里是有的歌词，可以给你们看了耶。哎，我有给你们看过吗？这个歌词的。就是，等一下哦，这个有写到一些东西，这样，我们这都是这样，就是我录音之前也会这样。对啊，明天就是了，为什么我也有点紧张？等一下继续来睡觉，我就让小号叫。你们最喜欢的歌是什么？一笔一笔涂抹无际的天空，圈关键字。对啊，你们最喜欢的是什么？或是有没有听不懂的？这是什么？这是公演的歌词本，我自己印的，所以就是乱印一通。那有时候就是没有改到。你自己错的吗？就是我每一次有新歌就会印出来，然后就是我每次有新歌嘛就会印出来，然后我就会这样子自己写这个。对呀，厚厚的一本，因为有16首歌啊。那其实我可以整理一下我的东西，我其实从大概就是闪亮的幸运到现在都有这一本，就是可能就变这样子了，真的变这样子，可以给你们看。M1 って書いてあるけど漫才。你会标注音吗？哦，会哦，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哦，义无反顾，化作风一般吹拂。我会搞不清楚胡还是福，所以就是会写别的，连别的 unit 也有，我会直接印出来，但是我还没有练别的 unit， 只要把自己该做的事情都该就做好这样子，所以就是我会先提醒自己说，但是福不是胡，然后比如说这个追逐这之类的，还有数日节目这样子，就是对对对，就是比较难的那些都会标注。但是有时候比如说这个开开玩笑吧，这把劲哎呀呀，这边就是写拼音，就是因为这个这么小的，然后写注音就会看不太到，所以我这么小的话我就会写拼音，说这里你有看到吗？就是这把劲哎呀呀，这边是写拼音，不是我不会念哎呀呀，是就是我会眼滑，你知道吗？这个字真的很像加巴金哎呀呀，就是看起来很像哎呀呀或是呀呀呀这样子，所以就我会特别写拼音。对，建谷有看到，对对对，那心烤肉跟心头肉分好了吗？心好了，分好了，分好了，分好了，用比较直觉的语言。对，然后有一些是直接写日文，因为很难唱歌。就比如说那个，的那个是什么？应该是火箭吧，火箭那首歌，火箭那首歌有一段是非常难唱的，然后我就直接写日文，很好笑，因为它很快，然后呢？就是我有时候会跟不上，所以就是这边你看，这里你在写什么？紧紧紧拥抱着嘴唇，亲吻着，互相不住确认这边。然后我这嘴唇亲吻着这边，就是我会直接写日文，嘴唇亲吻着这样。然后这样子我比较有办法记住，就是紧紧紧拥抱着嘴唇，互相不住确认这边。然后还有那个不一定是蛮大亨也是，
这边也是，就很奇怪哦。你看这边是协注音嘛，就写田意半淡薄的这样，然后这边是串错，是就是写注音，然后不亦乐乎蛮的喊，这边是那个用日文，所以就是。这短短的一二三句里面有注音跟拼音跟那个日文这样子，对啊，因为就是要看那个能不能自己看到啦，对啊。哦哟，这个 memo 蛮多的哦，这个 memo 蛮多的。教教我恋爱的各种精神具体对策，那篇参考书写的最多着，身为一位文科恐怕我下不了结论，认真早带着真正过度的揣测。这样就是啊，哪首笔记最多，我觉得这个的 timing 很难，就比如说那篇参考书写的最多着，身为一位之类的，就是很就是抓不太到那个 timing， 所以就是会这样。哎，有时候会写那种柔梯，比如说哆哆哒吧，哎，然后有点走音了。好像一个在那个鼻孔，哆哆哒吧哒哒心切人，哆哆哒吧哒哒心切人，这样子就是柔梯间这样子，就是让自己知道哦这边那个音准。要抓这样子。これが私のメモですね。初めて多分ね会いたかったぐらいの時から私はこうやって歌詞を印刷してプリントして自分の読めないところをメモするっていうのが癖で、だから今でもやってます。でもねそのね嬉しいことにその読めない漢字がだ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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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なくなってきて、シャニャンダシンユンとかだったら多分ほぼほぼ読めてなかった。4年前とか5年前とかだから、我之前这样子印出来，然后练习嘛，然后闪亮的幸运那些歌词其实很简单，但是因为那时候中文很差，我不太会中文，所以就是看到这边一笔笔涂抹无际的天空，有一种未来色的情头。我这个胃不太会念，但是我可能就是五年前那个闪亮的幸运的歌词的话。一笔笔涂抹，全部都要那个写注音这样子。哪一首歌 memo 最多？嗯，嗯，啊，这个真的很多啊。这个很难，就是真的很难的歌，就是这个绳索。绳索是很多很难的中文字，你看这里绳索，这边低头俯瞰谷底的幽暗，像一只长大了嘴的怪，此刻要等待我们真正释怀。那个低头俯瞰我不知道，不会念。吃着羊等待，吃也不会念，吃也不会念。然后排除万难爬到这一带，面对希望的峭壁悬崖，峭壁悬崖，这个意思哦，什么意思的那一种。然后这个还好，就是这个很难啊，真的很难啊，真的很难。你看这个，这样子就是满满的 memo。就是他的中文很难，嗯，就是读一旦近距离都埋下定决心，至少会歌曾经结果坦然清醒也不会，不留丝毫惋惜也不会，然后那绳索般的友情羁绊缠绕永无止境的这个也不太会，所以就是真的很难。这首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难。何年か配信を見てても一向に言葉が分からなくてすみません。まいちゃんは大丈夫でしょう。全然大丈夫。いつもだから成長したなって思うのこの歌詞を見て。そう思うんです。超思想象的难，辛苦了吗？有在台湾。
对呀、啊，歌速超快，对呀、啊，很快啊，很快啊，这是真的很快。低头俯瞰谷底的幽暗，像一只长大了自己的龟。歌词意思也要花一番心力了解。对呀、啊，超乎，对，超乎，谢谢我就烂的掌声鼓励。已经11点半了，好快哦。好的，那我要先念版，OK 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今天的第10名 Glis 谢谢，今天的第9名 哈利萨尼卡多，今天的第8名我就让谢谢，我今天的第7名谢谢周怡谢谢，今天的第6名钟莹谢谢，今天的第5名启威工作加油谢谢，今天的第4名黑流星谢谢，今天的第3名对不起第3名是奥利奖谢谢，今天的第2名是黑夹克谢谢，今天的第1名是林阳谢谢你。好，啊，你回来了，辛苦你了。所以这个月公演会注意蛮有唱这首的，嗯，可以的。好的，今天到这边，然后下一次直播会是在礼拜六，对。但是我跟你们说，很有可能会改直播时间，因为我刚刚说到了礼拜六可能要练习，所以非常非常非常有可能会改时间，但是我会开直播的，对。对，礼拜六，对，礼拜六的12点，我有改过时间，但是我可能又会再改一次，但是真的很抱歉，但是对，就是这段时间可能会常常改直播时间，真的是请大家见谅，对，抱歉抱歉，改到早上6点，好的，那就是这样子喽，公演加油，未来加油，加油加油，继续加油，好的，那今天到这边，谢谢，拜拜。拜。